志国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你该不会想自杀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限定题材吗？没有，自由创作。艾琳又没有谈过恋爱，怎么写得出爱情戏啊？援交就好像两朵浮云的交汇，又是哗众取宠言论哦。 月有人炒作，艾琳，你要带我去哪？你不要误会哦，我说的爱情可不是什么一夜情，拜托，你别跟我讲什么贞洁立约巴拉巴拉的，王子在里面等你，机会难得哦。那你比成鸟类啊？都是鸟。你能想象吗？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，只剩下20分钟的记忆能力，生活完全没有办法自理，这个时候。 还有一个人一直不离不弃的守护着你，你不觉得这才是爱情吗？为什么你连强词夺理都这么可爱啊？什么？我想这就是爱情吧。不会吧，小安连蟑螂都不敢打，哎，他根本是一个人畜害好好先生。他有真的跟我的感受吗？不适合当初什么在一起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拥有。哦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爱情的杀伤力这么大，难道你不应该好好的谨慎小心吗？有一件事情我已经憋在心里很久了。小鱼，不要这样子。这个世界的试探从来没有少过，我想。 是你不想用承诺绑住自己，我能够重回校园，已经非常感恩了。再见。婚姻它是上帝所设立的，婚姻也是上帝赐给人最好的礼物，让人在这当中有一个可以学习爱的场所。你已经决定，今生要对我不离不弃，不再和别的女生交往。就算我变成黄脸婆、大胖子、老人痴呆、加健忘症。好了好了。